闭眼睛看我们会不会戳到。好，一二三。很歪。教会的敬拜团认识的，认识2017几天？2017年九月，大概认识两年多吧，两年多一点。他一进敬拜团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人的那个 line， 然后他上面就是一个写他们公司的名字，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也太业务了吧。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要编故事吗？还是不用？跟赵石说。好，赵石说。第一次加入敬拜团的时候，是我们要就是服侍嘛，要在礼拜天的时候要带教会的人一起唱歌。服侍的时候就是我跟他这样，就是我弹钢琴，然后他唱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服侍，所以我很紧张。他就是帮助我，就是很快融入到对团队里面这样。气质哎，跟平常不一样。有美吗？有啊。你有感动吗？有啊。放屁。教会有一些不同的团体，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大家可以一起去烤肉，就是中秋节烤肉。中秋节烤肉吸引我的那个 moment， 其实是因为一个人早上开到台北，然后再开回三峡，然后帮大家就是准备食材。这个让我还蛮感动的，这样子，那个其实是真正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心，然后对朋友很好，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他当司机，我也当司机，可是我们两个并没有怨言，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给别人很多帮助。看到他的时候，让我就觉得说，对，做人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要很无私的给予，然后很乐意的帮助别人，所以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看到我自己的一个影子。你笑屁呀？哎，认真哎。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是我喜欢的，我也希望我以后的小孩、跟我的家庭、跟我身边的人都可以这么的开心的去给予，然后乐意帮助别人这样。交往到现在，让我最感动的应该就是，那时候我收到我干爸简讯说我干妈过世的时候，是刚好那时候我在他们公司正在跟 Jennifer 在一起的。然后收到简讯的时候，然后 Jennifer 二话不说就说
就马上问我说，哎，你要去美国找他们吗？我陪你去这样。那我知道他今年其实他已经，因为我们又去了韩国，我们又去了上海，今年已经就是他已经没什么没有假了这样，然后他就是说没关系，我还是会陪你去。所以就是会就让我看到就是说他很无条件，就是愿意 support 我这样，所以就是蛮感动。聚集到我们的走道附近，要来欢迎我们的新娘 Jennifer 入场。Please ask everybody to stand and welcome Jennifer. Your voice is like a song I can't forget.养育我，让我出国读书，一路陪伴着我，而且你们从来都不在我面前抱怨你们的辛苦，我除了感谢还是只有感谢，我爱你们。那我觉得我们家一向都不是话很多，可是就是我真的很爱你们，然后谢谢。比如说上下班啊，他都会无时无刻的，就是几乎每一天他都会准时的来接送我上下班这样。后来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他没有一天就是说哦要抱怨说哦我这么累我不想去接你，然后我觉得这最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习惯，然后这个习惯已经变成是我觉得一个很有安全感，然后很温暖的一个事情。有他这样子的男朋友跟未婚夫，我觉得很骄傲。我都会常常的跟朋友大肆的，有点像炫耀的方式跟别人讲说，哦不会啊，小黑都不会说累啊，他都会来接我啊。所以就是已经成为我生活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真的非常谢谢你，就是一直以来那么包容的我，这样就是即使说我有时候很固执啊，然后有时候就是对于自己希望的事情很坚持，就是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争吵，可是但你还是就是不离不弃，然后就是一直照顾着我这样。对啊，那将来的日子也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了。Though I know there will be distractions and there will be a bitter and sweet along the way, but I promise you I will not give up on this relationship. For he is good father who made all this happen. We would not make it to this day if it wasn't for the strength that God has given us. And thank you for accepting me. I know we both are not perfect, but perfect in God's eyes.